Фанасида.飘逸的，甜，烦，无，哦，伸长，拉长，那甜，饱满。哦，抽到血，甜，慢慢抬高，慢慢抬高，这边的一样，三个部分，轻轻的斜，轻轻的斜，那这边都是均尖了，横画均尖，间隔距离啊是书法中很重要的元素，一定要弄好，这点会偏高啊，这里是中宫啊。你的灵动的，然后这边要写窄一点的，好，撇短的，写增加一点重量，点一样看上面一点，写。人，人，停着，拿回来，直一点。这个二就要写的重一点啊，这样左右就有粗细的差距。朝，朝夕的，加点粗细差距。点，金这两横都是重的，重的，轻挑轻挑重的到细的，朝。逆上去，拉下来，一点弧度勾上去，招，神，饱满的点，重的左点，窄一点，神，然后撇，竖弯勾长，跳上去，神。